刘金喜，你到底是啥子人？你们没有一个像唐龙，没有一个像唐龙。你是唐龙，你还是唐龙。你是做杀人犯之所以成为杀人犯，也是非他的自行。他只是生于杀戮之家，他杀老人。 总之，对我罪，大家都是同谋者。那为了什么？为了法呀！你身上的血是我的，他身上的血也是我的。我知道，如果要抹掉过去，就一定要离开家乡，重新来过。我要做刘金喜，我查一下你就可以了。 人类身体很奇妙，是可以骗人的。我就是用你的身体来骗一次，唐龙，你一定要死！我弟唐龙去世了。